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今日嘅网上崇拜。今日系圣灵降临后第二主日嘅主日崇拜，让我哋都用一个欢喜快乐嘅心嚟去敬拜我哋嘅主上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嘅人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我们都安静片刻在上帝面前来到是思想我们的过犯去认罪。全能至慈悲的天父，我们离开圣道，作行而迷失的羊，我们常任己意，常纵己欲，违背天父的圣戒，当为者不为，不当为者反为，远离你的恩典，我们便无力行善。主啊，怜悯我们，认罪的求主赦免，悔改的求主按照主耶稣基督应许神的恩饶恕我们，又求至慈悲的父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使我们以后遵奉天父公义待人，安分守己，荣耀天父的圣名。阿门。求慈悲的主将赦罪和平安的恩典赐给主忠信的子民，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心中安然侍奉主，赐赖我主耶稣基督而求。阿门。主啊，助我们开口，使我们能用口赞美主。主啊，快快的拯救我们。主啊，赶快的帮助我们。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始在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门。我们要赞美主，愿主之名得赞美。Hallelujah， 主的灵更新大地，来吧，我们要崇拜他。Hallelujah， 我们同念欢呼颂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你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本日的经课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由20节起至到35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卡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个自相纷争，那国就站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是上主的话，感谢上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圣路加圣马提亚堂的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上帝的恩典，经过漫长的等候，让我们一家能够终于平安地抵达温哥华，可以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
同一个嘅时区，一同去敬拜上帝，亦都让我可以喺6月10号，当我哋一家完成咗家居隔离之后，可以尽快同大家见面。好感谢上帝嘅预备，喺佢当中有奇妙行事嘅计划。随住近日 BC 政府宣布咗因为疫情缓和，佢放宽限聚令，让教会可以有限度嘅恢复崇拜嘅人数。咁经过咧漫长嘅限聚，我哋终于咧系可以将要举行实体嘅圣餐崇拜，同弟兄姊妹嘅一同嘅团契相聚，亦都让大家有机会嘅去同我呢一个啱啱上任嘅教牧同工有深入嘅认识。当大家日后同我开始认识之后咧，咁可能咧会发现我其中一个嘅兴趣啦，就系睇电影啊。咁我自己系好中意睇各类型嘅电影，文艺爱情、动作力奇、史诗战争、动画科幻咧，我都中意噶。嗱，电影可以咧俾人提供一两个钟头嘅娱乐，咁其实咧都可以作为讲道嘅人咧一种训练同埋刺激噶、哦。咁就係咧學習點樣樣咧嚟去講故事嗱，咁但係其中有一類嘅電影咧係我好少睇，亦都咧唔中意睇噶。咁大家知唔知係乜嘢電影咧？咁就係鬼片啊，嗰啲咧係被稱為咧靈異鬼怪類別嘅電影。咁咧，我唔中意睇鬼片啊！呢個咧唔係純粹出於信仰嘅原因，或者話咧驚睇完之後咧係有邪靈侵擾啊。咁我自己唔中意一個嘅原因係會覺得如果一套鬼片咧拍得差嘅話咧，你會發覺係好悶噶，係咪？即係好似咧係呃錢嘅感覺啦，俾人。咁但係如果佢拍得太出色嘅話咧，咁又會嚇餐飽嘅喎。咁所以咧喺我心目中，鬼片啊就同主題樂園公園裏面嗰啲好刺激嘅機動遊戲冇咩分別噶。咁就係可免則免，點解咧要攞苦嚟身咧？嗱，我哋讀過今日嘅福音經文係馬可福音嘅3章20到35節，喺裏面咧主要係由兩個段落咧嚟去組成噶。咁啊，和修版嘅聖經會將20到30節咧係標題為誣蔑耶穌為別西卜，咁而第31到35節咧就係遵行父旨意嘅都是親屬。我哋讀落去會發現咧，呢兩個嘅段落其實係有關聯嘅喎。如果我哋單單睇第一段嘅段落，去為呢個經文咧嚟去做一個菲林嘅數碼定格嘅話，你會發現呢個內容咧，呢段嘅內容都可以歸類為咧係靈異鬼怪嘅類別噶，因為耶穌咧係被人聲稱佢係咧係被別西卜嚟去附身啊，別西卜咧係當時鬼王嘅名，跟住又話佢咧係靠住鬼王咧嚟去趕鬼噶，咁於是耶穌就講咗一個嘅比喻啦，嚟去反駁呢啲指控嘅謬誤。耶穌話：撒旦怎能趕出撒旦呢？一國若自相紛爭，那國就立不住。並且好形象化嘅將呢一種咧鬼打鬼嘅唔可能成立嘅情況，用一個好鮮明嘅比喻嚟去講出嚟啊！咁就係今日經文裏面最主要嘅部分嘅一個段落，裏面提到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東西。耶穌對於民事和群眾的指控呢提出了很嚴厲的警告，他說凡褻瀆聖靈的卻要擔當永遠的罪，因為他們說他是被巫靈附身。我會想耶穌所著緊的呢不是他自己的名聲，而是在聖三一裏面聖靈的位格，因為他們所指控的就無疑將聖子基督合一的那個聖靈呢稱為巫靈啊。咁嗱，呢種呢冒犯同埋侮辱呢係耶穌稱為永不得赦免，係一個呢非常之重要嘅提醒同埋警告。嗱，如果你再前少少去睇經文嘅話，我哋會發現呢耶穌嘅家人其實係貫穿住呢兩個段落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说耶稣进了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家人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的家人会因为耶稣只是挂住工作不去吃饭，就会说他是癫狂呢？最多呢，其实都是说他工作狂而已，是不是？甚至呢，要呢是出来要拉住他。难道就是一句呢，我们说保重身体孝顺父母那么简单吗？马可呢就没有很清楚地讲紧耶稣在屋里面呢究竟做紧啲乜嘢嘢。但是从四周群众的反应，其实呢很清楚，耶稣他是继续紧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提到的那个医病同埋呢赶鬼的事工。尤其呢相信是集中在赶鬼这个部分。这个也都是令到耶稣的家人呢担心耶稣的原因。一方面以为他是癫狂的，或者说呢他是为他担心他太多去接触灵界的事物。那就好像呢可能我们说有一些父母的仔女咁可能呢係要係做消防员㗎，係咪？甚至呢要当兵㗎，係咪？咁我哋话父母呢一定会为到呢佢嘅儿子去参与呢啲呢咁高危嘅工作呢而去担心㗎。我哋读圣经，我哋会知道耶稣嘅职事呢可以大概分做三个嘅类别：传道、教导同埋医治。而我哋读福音书亦都会知道，有时候呢个医治呢可以细分为治病同埋赶鬼㗎。咁当然啦，我哋有时听讲道嘅人都会话俾我哋听，治病同埋赶鬼呢其实係有好密切嘅关系㗎喎。因为按当时嘅人嘅理解，佢哋呢唔单止呢係睇被鬼附呢係疾病嘅一种。咁亦都呢佢有人认为呢人有病呢係因为背后嗰个咧属灵嘅因素啊，咁即系譬如我哋话咧，一个小朋友如果咧佢好懒嘅去读书，系咪考试咧唔合格啦？点解啊？咁佢咧除咗懒惰之外咧，因为喺佢嘅即系生命里边咧，佢俾啲懒惰鬼咧嚟去缠身啊，即系话当时嘅人咧系咁样样去理解噶。嗱，冇错，呢一个咧系一个事实嚟噶。咁但係如果我哋仔细去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马可其实佢係有刻意嘅将医病同埋赶鬼嘅记录呢係分开嚟㗎喎。譬如话喺马可福音嘅第一章一到第一章嘅32到34节嗰度提到啦，佢话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嘅和鬼附身嘅来到耶稣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弟兄姊妹，今日的经文，今日的福音，其实给到我们一个的思考呢，我会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大牧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医治者。当我咁讲嘅时候呢，呢一种嘅宣称同埋耶稣嘅形象呢，我哋係好熟悉同埋呢係好容易呢嚟去接受㗎。耶稣系我哋嘅牧人，耶稣呢系我哋嘅医治者，系我哋属灵生命嘅医生。咁但係话如果我话耶稣呢都系我哋生命里面嘅驱魔人呢，咁可能呢我哋嘅弟兄姊妹未必有好多人呢会话阿门阿门啦。咁难怪呢曾经有人咁样感叹啊，佢话耶稣作为驱魔人嘅形象呢係今日教会呢係忽略㗎。耶稣係伟大嘅教师，耶稣係救主，耶稣係牧人，耶稣係医生，但係耶稣係我哋生命嘅驱魔人呢，可能呢我哋觉得好陌生㗎。可能有人会反驳耶稣作为驱魔人嘅呢个形象呢，可能只是某一些比较呢是着重灵恩背景，或者说呢曾经有被鬼附的经验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体会才比较深刻。那现代教会一向比较少强调，而我们呢是一般社会的处境似乎又跟东南亚比较多灵异文化的情况呢是不同的。的确是的，我们今日我们没有
鬼父的經驗，甚至我們說連鬼片我們都不喜歡看。但是如果我们每日打开报纸，我们去读其中的新闻，我们其实是不难发现呢，当中是充满着很多人内心的黑暗和魔障的。我相信呢，近日最令到我们震惊的一宗的新闻呢，就莫过于在 BC 内陆的 Kamloops 市里面，是在一间的前原住民学童寄宿学校里面呢，是竟然发现了有215具儿童的骸骨。这些学童都是在学校里面去读书，被政府强制要求的去入读，由教会负责管理营运，但是却是在校园里面受害，并且呢是被人刻意的删除死亡记录来去隐瞒的。虽然这件事发生了在几十年之前，但今天被发现的时候仍然令到我们非常的震惊和是难以接受的。我们会问，人内心究竟要有几黑暗和几冷血，我们说才能够做出这一种近乎种族灭绝的恶行呢？我们甚至都会问，为什么这一种的恶行竟然会发生，甚至是由教会负责管理营运的学校里面来去发生呢？教会一直以来都有所谓七宗罪的讲法，即是不单止是那部的电影。当中的七宗罪是讲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和色欲，这个是传统教会所讲的七宗罪。我们在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所谓的罪行里面是有一个共同的元素，就是说当人在当中陷溺，不能够自控，不能够自拔的时候，最终呢是会导致这个自我的毁灭。传统教会在礼文当中有一个认罪文，我们会说应做的事没有做，不应做的反倒做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句祷文呢，其实是来自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内心的一番的剖白，在第七章十五节里面提到那个灵与肉的交战。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内心仍然有着这些的黑暗，仍然有着这些挥之不去的，甚至我们说经常的去被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呢来去限制着我们，我鼓励大家尝试呢来去转向耶稣作为驱魔人的这个形象，向他祈祷，寻求呢主的帮助和释放。从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启迪和出路。耶稣他不单止明白我们受试探和我们的软弱，他也都为我们去祈求，也都替那些受试探的人树立了一个能够胜过试探的方法和出路，就是依靠上帝的说话。包括他会引这个《生命记》里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要敬拜主你的上帝，唯独侍奉他。求主呢来去帮助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第二个的段落，看上来好像跟上文呢没什么大的关联。耶稣的母亲和家人呢来去找耶稣，于是有人就话俾转告耶稣听，佢话看啊，你嘅母亲、你嘅兄弟和你姊妹在外边找你。耶稣咧似乎要回应群众嗰个看啊，咁所以咧喺经文里边咧，佢就刻意嘅去环视那周围坐着的人，并且咧佢咁样样回应翻话，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呢轻轻带过就算了，或者说心里面有些疑问，就觉得
阿耶稣咧都唔系中国人嚟嘅，系咪？吓咁，如果耶稣系中国人嘅话咧，佢就大概唔会讲呢一啲嘅说话。不过我哋要注意，耶稣喺度咧就唔系讲紧孝顺或者孝道，而我哋亦都相信马可系唔会随便嘅落笔嚟去叙述噶。咁点解马可会记载耶稣呢一段嘅即系呢一段嘅对话咧？我哋咧系提到家人同埋一家人咧，其实系串连呢段经文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啊。咁所以当耶稣系以凡遵行上帝旨意嘅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呢句说话，作为今日福音嘅结束嘅时候，其实耶稣喺度咧，佢系以上帝嘅家同前面嗰段啊，里面提到嗰个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立不住；一家若自己纷争，那家就立不住。嗱，呢两个咧，作为一个嘅呼应，同埋咧一个嘅对比，一个嘅反照。咁所以咧，我哋话相对于嗰、那个乌灵吓，属于乌灵未认识上帝嘅家里边咧，或者有嘅混乱、黑暗、怨恨、劳累，甚至凶杀。属上帝嘅家系点啊？当主里边嘅一家人咧，只有一个嘅焦点啊，那个焦点就系遵行上帝嘅旨意，喺当中充满住属上帝家里边咧有嘅秩序、光明、爱心、能力，都系咧从遵行上帝嘅旨意咧作为开始噶。咁所以对应呢一个七宗罪咧，咁啊教会亦都系列出七个嘅美德啊。包括咧系谦逊、宽容、耐心、勤奋、慷慨、节制同埋精洁啊，作为咧呢一个嘅对比噶。嗱，今日讲到嘅题目，我们成为一家人。嗱，不其然咧，令我想到嗱，好快咧我就将要成为圣路加、圣马提亚堂家里边嘅家人啦。咁嗱，其实我哋成为一家人嘅开始咧，可能喺上年六月底，当我咧系接受咗梁永康主教同埋咧系聘牧小组嘅召请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关系已经开始噶啦。咁当然啦，耶稣喺今日福音里边去提醒我哋，凡遵行上帝旨意嘅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我哋要问上帝俾我哋一个新嘅堂址。坐落咗咧喺 Kinani 呢一个嘅社区，究竟有啲乜嘢嘅旨意咧？嗱，上帝呼召我由香港翻翻去温哥华一个咧我30年前读书嘅地方，究竟有乜嘢嘅心意同埋计划咧？嗱，愿意我哋喺未来嘅日子，我哋一同嘅探索，一同嘅求问，并且咧一同嘅去实践，去遵行上帝嘅旨意。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始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门。现在我们与普天下的基督徒用使徒信经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承认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至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将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要祈祷，求主怜悯，求基督怜悯，求主怜悯。现在我们遵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同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见试探，请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会众的代祷。主啊，怜悯我们，也施恩拯救我们。主啊，为我们的国家来到祷告，特别是为到总理 Justin Trudeau， 各个省的省长，各个市的市长，和所有的领导人来到祷告。主啊，拯救我们的国家，也引导我们走在公义和真理之上。主啊，为到主教、牧师、会来到祷告，特别是为到梁永康主教、Chris Lee 牧师、王华达会来到祷告。求主使主所立的圣品人尚有善意，也求主使主的子民尚有喜乐。主啊，我们为教会来到祷告，我们为到实体崇拜的重开来到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的主日崇拜，无论是实体的或者是网上的，都能够使福音来到广传。我们又为到胡玉凡牧师和家人平安抵达温哥华来感谢主，亦都是为到胡牧师的会利安立来到祷告，求主来到亲临。亦都为到 Killarney 社区来到祷告，求基督的恩典能够覆盖这个社区，为到和平之君堂和百里杏堂亦都能够重开实体崇拜来祷告。我们继续为每一个牧区的家庭来祷告，祈求主的圣灵能够时常更新每一个家庭。我们为到本堂的事工，特别是国语团契同工郑刘以云、连老德和各个成员来到祷告。主啊，拯救你的子民，也赐福给你的子民。主啊，我们为到世界的和平来祷告，我们为到世界各地新冠疫情的个案下降来到感谢主。我们祈求疫苗能够继续可以阻止这个新冠肺炎的蔓延，也都是为到一些国家是缺乏疫苗的，求主来到保守。祈求疫苗能够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为到印度和其他仍然是努力抗疫的国家祷告，求主医治患病的，保护和振作劳累的医护人员，并且安慰因为疫病丧失亲人的家庭。我们为到耶路撒冷祈求和平。主啊，求主赐平安，只有在主里才能平安度日。主啊，我们为患病和受苦的祷告，特别是为到我们教友 Jean Dexter 祷告，亦都是为到那些名字在周刊上面的兄弟姊妹，求主来到医治，使他们的身体、精神和心灵得以康复。我们纪念到 Kurt Peterson 在乌干达的宣教事工，求主保守带领他，并且供应他事工上的一切需要。主啊，叫我们不要忘记缺乏的人，求主使贫苦的人常存盼望。上帝啊，为我们做清洁的心，不要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我们同念本主日的祝文。主啊，求你按着你旨意治理世界，使天下太平，又使你的教会能在平稳、宁静和属天平安里欣然侍奉你，
接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一上帝，世世无尽。阿门。我们同念宣教祷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张开你慈爱的膀臂，请救世人进入你的怀抱，求圣灵浇灌我们，教我们伸出慈爱的手，带领人认识你，经历你的爱，荣耀你的圣名。阿门。现在我邀请大家提出你的代祷的事项和感恩的事项，你可以开声祷告，或者默默地在你心里的祷告。全能的上帝，你已经施恩，使我们同心一致祈祷。主曾应许，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祈祷，主必同在。现今我们心所愿、口所求，若对我们有益，则求主成全。愿主使我们今世通晓真道，来世得享永生。阿门。我们要颂扬主，感谢上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欢迎今日大家参加我们中文的网上崇拜。我们好高兴今日开始教堂可以重开实体的聚会。我们为此深深感谢上主。由6月6日开始，即是今天，我们又会重开这个实体崇拜。整个6月呢，我们会在每一个主日呢都会有一堂实体崇拜的。英文和中文崇拜呢就会轮流交替。在今天呢6月6日我们又会有英语的实体崇拜，在上午10:30开始。网上呢就是粤语崇拜。咁下个礼拜13日咧，就会有新教堂嘅祝圣礼，同埋有实体崇拜喺教会，亦都系10:30开始。而网上就系英语崇拜，20日就系英语嘅实体崇拜，网上嘅粤语崇拜。27日咧就系粤语嘅实体崇拜，网上嘅英语崇拜。咁所有实体嘅崇拜咧，都会喺我哋嘅SMSL YouTube 網站呢有現場的直播。因為地方的限制，我們要遵守社交距離，每次的實體崇拜只可以容納最多33人。敬請大家在我們的網址可以去登記留座和出席。另外，请大家留意我们主日在礼拜堂的泊车安排，日前已经发出了电邮通知大家，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我会索取一个特别的泊车证，就可以在教堂门口泊车，在礼拜日主日的安排。如果有这个特别泊车需要的，请联络我们的堂长。胡玉凡牧师咧，将会喺嚟紧呢个周末6月12日上午10:30咧，接受按立为 ANIC 嘅会理，然之后喺7月10日咧就按立为 ANIC 牧师。呢啲按立礼咧系胡牧师由信义会转入加拿大圣公会联网嘅必须嘅过程。咁亦都系因为實體崇拜的人數限制呢，亦都請大家上網報名登記參加胡牧師的按立禮的實體崇拜。咁喺下一個禮拜日6月13日呢，我哋亦會有一個新教堂的祝聖禮，10:30喺禮拜堂舉行。咁梁偉康主教呢到時會嚟臨嚟為我哋新嘅教堂嚟祝聖。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參加呢個實體嘅祝聖禮同埋崇拜，主日崇拜。請亦都係喺網上登記。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上帝嘅慈愛、聖靈感動，常在我哋眾人之中。阿門。